知音未来在这次的演唱会上其实是有很多亮点的，就是它会有大量的中文歌曲的出现，甚至会有我们特别为中国粉丝带来的一首定制歌曲，是全新制作完成，包括动画，包括服装，然后都是完全的这种以中国的这种模式去来的。PV 上的形象吸引到了吧，但后来就接触的一些微加的曲目越来越多之后，就开始就是因为就相当于就是从歌声中获得了感动吧，这样。因为也有说实话，有的时候就现实中的事情就太多，事情太多的时候，就会听一些歌就感觉也不能算是逃避现实吧，但是就会感觉心情会好很多。